11月16日，张柏芝 ins 和微博同时发声，止暴制乱，大家停止谣言吧，还配上六个爱心表情，十分给力。网友纷纷表示，我夸一句姐姐刚，大家没意见吧？别的不说，就 ins 上发文上这一点就喜欢张柏芝。近日，张柏芝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视频，穿着粉色睡衣早起大秀颜值，变身养生达人，分享早餐的重要性。视频中39岁的张柏芝肌肤紧致光滑，不输少女。张柏芝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2004年凭借爱情片《忘不了》获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甜美的长相和出众精湛的演技深受广大粉丝的喜爱。年轻时期的张柏芝颜值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如今的很多所谓的花旦女星了，在20岁时期的张柏芝面前可以说根本是没法比的。清秀的五官，细致的皮肤，虽然有点婴儿肥，但是清纯的气质恐怕要超过刘亦菲了。这也就难怪当时一炮而红之后，众多的导演都纷纷找张柏芝来要求合作。